止到此，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，不止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，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，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，在后天之后不为后，即大上有可量，即为上有可止，为道即大不可量，即为不可止。故所以大无不包，为无不入，无所不贯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彻，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，贯彻了33天。